PS5 的画质和 PC Max 画质区别大不大？我们以最新的《生化危机4》重置版为例，看看3000多块钱的 PS5 和9000多块钱的 RTX 4080显卡，画面差距有没有3倍那么多？这个视频有整体效果、整体观感的对比，还有细节对比。我把画面放大到200%做对比。现在各位看到的这段画面是 PC Max 画质，用 OBS 录屏，采用的是 4K60 CQP20 HR65 编码。下面这段是 PS5 内录的，用的是 4K60 VP9 的编码。PC 和 PS5 这两台机器我都玩了14分钟。PC 录制的文件大小是 10GB，PS5 录制的文件大小是 4.3GB。在采集游戏画面的时候，肯定是有损失的。上传到社交媒体再压一遍，损失会加倍。各位现在看到的画面肯定不如原画好，但是不耽误大家做对比。下面这段是细节对比，画面放大200%。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一张不清晰的画面在电视或者大显示器上观看时会很模糊，但是它在手机小屏幕上看会很清楚，这样就不好做对比了。但是我把画面放大2倍之后，画面的细节即便在小屏幕的手机上看也能看得很清楚区别。接下来我们看几秒过桥的画面，这次我们先看 PS5 没有放大，看完之后再看 PC 最高画质，我们注意对比桥面，还有风刮过的树叶，还有路面上的石头。我想即便用手机观看，即便视频经过层层压缩，也能看到些许不同。接下来我们到村子里转一圈，看看友善的村民，看看石头砌的墙，再看看劈柴，看看木栅栏，再看看飞过来的斧头。当我们看 PC 最高画质的这段，墙外的木栅栏纹理清晰可见，砌墙的石头纹理清晰可见，就连村东头老母鸡身上那根毛也能看得很清楚。最后我们再看一段敲钟的动画，我就不说区别了，各位自己分辨，最好用手机横屏全屏看，选择最高分辨率看。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，日版光驱版 PS5 已经到了3000点了，大概4月底发货，日版的 XSS 也来到了1699，又便宜了。 RTX 4080显卡最盖的品牌、最盖的版也得8000多，你会怎么选呢？欢迎写到评论区。